艾碑嘅朋友好啊，我系安仔张伟安啊。咁啊，其实我最近都系主要都系忙自己嘅铺头啦，因为租间铺其实都几忙嘅，自己一脚踢，咁就比较少赛车啦。咁啊，但系最近都想玩翻下，感受下自己嘅赛车感觉啦。咁啊，变咗想买架呢啲越野车玩下咯。呢只车咧属于玩呢个越野啊，同埋玩一般嘅山路啦。其实佢嗰个避震设定咧都系属于比较远啲，同埋行程会多啲嘅。咁啊，嚟到讲MX 嘅专业，我哋叫做 motocross 比赛嗰啲车咧，其实望埋去，大家嘅头尾避震都系差唔多，但系可以讲话佢哋嗰个设定啊，系会头尾避震会硬啲啦。同埋如果嗰个头尾拎嗰个 size 都会有唔同嘅。基本介绍下我呢架新玩具啦。咁啊，佢因为呢一架系 Six Day 嘅特别版啦，咁啊一年咧佢系会转一个花嘅。咁啊，今年去到2015年，因为呢个 Six Day 系呢个 Enduro 比赛嘅赛事嚟嘅，咁今年就去咗阿根廷啦。想买越野车都好耐噶啦，因为自己揸飞领车啊，都揸咗十几廿年啦。咁啊，正式揸越野车就未试过咯。咁啊，覺得呢架車個馬力都其實非常之大嘅，因為其實冇諗過500個馬力真係咁驚人嘅咯。大概去到架車100公里左右咧，如果用六波嘅話咧，再翻手三分一油門嘅時間咧，個人都會昂後啊。咁其實證明呢一架車嗰個馬力啊，真係相當驚人。單缸500cc 同埋非常之大嘅壓縮比咯，1、2、3波啊都轉得好快嘅。咁其實喺一般喺公路行，我都係用緊4、5、6波咁行咯，都比較暢順嘅。攞車嘅時間其實都唔係好慣嘅，咁啊坐姿啊各方面啊都覺得係比較高咯。越野車可以練到嘅技術比起飛領車會嚟得更加直接咯，因為越野車講求個技巧啊，即係可以練到架車點樣甩啊，同埋尾臂力啊個控制都好緊要咯。其實呢啲車咧都可以改 Supermoto 胎啦。咁如果玩完山之後覺得厭咗嘅話咧，都可能會改翻17寸鈴啊，揸架500，可能喺街度會暢快啲咯。咁啊，其實如果去到高速嗰方面，高速公路我一般都係用6波都行曬噶啦。咁啊，試過因為呢架車都仲係新啦，都試過最高速都係去到82公里到啦，我都覺得都好足夠嘅。用於行街嚟講，嗰個避震啊屬於偏遠咯。咁如果真正係喺道路行駛嘅時間咧，就會希望會校得嗰個避震可以校得比較硬少少個設定咯。咁啊，其實如果玩山啊或者佢哋呢啲 Enduro 玩障礙嘅話咧，呢對避震應該其實都冇得輸噶啦，因為前後都係用咗威 Power 嘅，可以講話係賽車級數嘅頭尾避震咯。座位其實佢都用咗啲防滑嘅料噶，咁啊都比較硬淨，同埋因為佢呢啲料咧都係比較絕噶，譬如你有啲泥啊沙啊都可以絕到咯。後面呢個位置就一格一格，佢防止你冇咁跣嘅。其實自己都未試過用菠蘿胎行街嘅，我覺得個胎氣應該會打翻淋少少會好啲咯。咁我而家都係用緊頭尾都係15磅左右咯。咁啊，可以其實可以試下18啊咁樣咯，咁就慢慢再試咯。咁啊，佢哋我聽啲前輩講啦，咁就行越野啊、沙地啊嗰啲都去到成10磅至15磅啊左右啊比較適合咯。講啦，咁如果我基本上咧，而家個諗法都係先玩咗山啊，同埋操熟咗呢架車先咯，都係用緊都係會用翻菠蘿胎啊，21、18咁行啦。咁如果可能自己第時想玩嘅，都會訂一對17寸嘅頭尾鈴啦，改街胎啦。咁啊，其實 Supermoto
對於玩飛檸車啊，嗰、那個操控啊、反手踏啊、架車甩啊嗰方面都會有幫助。前後17寸咧，架車個重心會矮咗咯。咁如果可以改翻17寸頭尾咧，我覺得架車成架頭尾可以矮翻啲，都會適合喺街度會行咯。咁啊，加上佢有成510cc 嘅嗰個容積啦，同埋大壓縮啦，我覺得如果用街胎嚟講，應該去街好好玩咯。咁啊，呢架車咧其實有兩個起動 engine 嘅方式嘅，咁啊有啊呢個腳踏啦，我哋傳統腳踏啦，咁啊貨如果真係架車冇電嘅話，你都可以用腳踩到啦。同埋基本上有電塔啦，咁啊電塔其實會好方便咯，因為如果你玩山啊嘅時間咧，一容易跌低架車啊，可以一撳個電塔就可以著翻咯。咁啊 engine 四火掣就喺呢邊咯，都好。其實佢基本上佢操控啊，即係呢方面啊，標板啊都係比較簡單嘅，要簡單為主。Watching iBike.